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不回来吃晚饭吗？计划有变，爸妈呢？爸把妈拖出去散心去了。哎，留我一个人在家啃螃蟹。你回来正好，你快帮我重新扎一下头发，我不方便吃东西。干嘛呀？快点啊！这脾气哪来的？这好像是那天我跟陆离逛街的时候一起买的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怎么了？黎曼，我是陆离。原来不是在做梦，真的是他。什么谁呀？什么做梦？你快点给我扎上好不好？我不方便吃东西了，快！你干嘛去？哎！